下就没看厕所出去，旁边的男孩在小便，你直接进去洗手。晚安，好棒。对呀、啊，我也知道，我当时我们三人都进去了，你看他在小便，然后那男的看你进去，我来，不是厕所，我看晚了。我给他打一电话。没有。
好近啊。小姐。哇，你别这样。我们还没回家。我们被困在地铁里了。Okay. Okay. 地铁坏了。我操！我们要疯了！我们刚从地铁里爬出来，我操！我靠，骗你不是人！我靠！他没有，我们坐七号线，地铁暴露中间坏了，抛锚了。我们开始在地铁里起码苦闷了40分钟，热得要死。后来那人开门说，不行了，让我们下去。我们从地铁轨道里面一路爬出来，整个城都煤炭工了，我操！我爬出来，现在我们正在就是刚地铁对面一个咖啡厅，刚就是过来洗手嘛，顺便过来喝点咖啡。我操他妈这事儿都能遇上，我靠了，真他妈绝逼了！我看一下我发信息了，我给你打个电话，我以为你睡了。我操，那地铁那轨道里面你没爬过，你没爬过你不知道滋味。我告诉你，我还好，这指纹里他妈穿高跟鞋。哎，这个得回去妈妈给你详细的讲，他妈成煤炭工了，整个一个手黑的呀！我靠。没有，地铁坏了，我们得下车呀。他停在那个地铁那个就是那个隧道里面了。在隧道里面，我们得下车，然后沿着那隧道得爬出来。操！我看，我过来，我不可能住你那儿吧？不是你俩条微博他妈超搞笑，巴黎好生活，哈哈哈哈哈哈。之后他妈，明天早上你去吧。没有，早上去玩一天嘛。我靠，下午去你还玩啥了？你过去得一个多小时了。不用，30分钟。哎呀，你就是想逛街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？你买啥了？那白的什么？去年黑，我没看你穿。哦，放巴黎的是吗？我没仔细看，回去好好欣赏啊！回去好看好看的，好看的，哎呀，好看的，哎呀，好看好看的，哎呀，你穿啥都好看，真的特别好看。嗯，我靠，你咋不相信我啊？你才那么同床共枕，相濡以沫那么久，相濡以沫。你啥时候睡觉？我靠，我们哎他妈三个苦逼人。这事都能遇上，那他妈绝逼了！我靠，肯定回啊，只能打出租车回啊。我不用，只用打出租车，那么苦逼哪有啊？我们现在正在那个对面的那个咖啡厅坐着，下洗个手全黑。昨天他妈的，哎，文丽开始在看我微博，你知道吗？开始的时候说了一句“巴黎好生活”，他妈回来了。后来他妈的第二条紧接着，第二条他妈就地铁出事了。哎呀妈！回去再给你细说。真的，我都快疯了，我靠！前两天不跟你说要睡觉没电了，明天再给你买。